针对我在媒体上所说出的相关言论，在这边跟孙鹏、孙叔叔还有迪英、迪英姐说声抱歉。我是一名格斗家，我的本意指的都是孙安卓本人，什么巨婴擦屁股的，都是单纯要请他更有肩膀一点，并非想要攻击家人。那大家都是成年人，自己做的事情就自己承担，与家人父母都无关。相对的，我也一样。安卓的经纪人所发布的声明，请代夫讲。